最新 2.8 免费更新新内容，新的可选大地图银行，要解锁银行你只需要到达过国王之手一次，很简单吧。银行入口就是带有两只雕像的黄金宝箱，随机出现在各大地图间的休息处里面，只有在这时直接打开宝箱你才能进入银行，如果你过宝箱而不入，它将不再出现，这局就会失去进入银行的机会，银行将会覆盖你路线上的下一张大地图。小怪方面会出专属银行的三只小怪，黄金自爆蝙蝠、激动的扒手、金币吞食者，其他小怪会来自覆盖掉的下一张可以去的所有大地图的怪。简单来讲，越前面进入银行越简单。这个机器可以跟银行借贷最多20000。行员说的偿还债务就是，要走出银行的门口需要还清才会开门。也可以什么钱都不拿平安的走出去，但不拿白不拿。当然你也可以不缴钱直接破坏银行大门，直接送你100个诅咒。坐电梯下楼共有 B1 到 B4 前三阶都需要钥匙的，一开始行员给你的红色通行证可以开红色的门，地图是随机的，当然门的上下位置也是随机的。只有B4的门是固定位置，不用钥匙。这是 2.8 加入了三种新武器，三种新的变异，当然也都是金币主题的。
银行里最深处会有一间房间，跳跃一些陷阱平台，非必要进入，但要拿到另一件服装就必须跳完。好家在失败只是损血而已，继续到终点。陷阱平台也是随机，每次来会不一样。